不行，好了，我到这边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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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哎，要两天才会好啊。要工时，大概就两个工作。哎，哦，想到自己瘦下来就可以穿白色裤子，这么骚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啊啊，没有胖，没有瘦，我一直穿啊。你看我的车垃圾干嘞？我看新车个只，新车来到这还没有洗过车。看得出来。所以原厂散水掉的蛮厉害的。对啊。哎，他们这样交车几个月了？一个多月吧，快两个月。快两个月吗？哇，你比我还清楚。哇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引擎室哎，还好，我第一次打开哎，而且不是我开，是你开的。反正这样，然后让你靠垫，他不想要那个。我看一下，所以他这个引擎，你知道现在有一种电池是它会有预备，就是发动这样，你知道？我觉得最后一次的那台车子换的就是这种东西了。直接换了。之前那一台。哦，是啊。就是它永远有一个是让你预备，等下按一下才能发动。那个保时捷很久就用这种东西，要什么速度要干？哎，是不是这个声音啊？哎，不是，不可能。这里为什么有塑胶袋？怎么在椅子里面有塑胶袋包的？这是啥物件啊？哎 ，What the？ 怎么有这个东西？这干嘛用的？不晓得，他好像就是这样看。哎，那边也有哎，这左边也有哎，为什么要塞这个东西？哎，好，看。你们先拿起来。那我觉得应该就塞在里面了，这边有一个啊。这是做什么用的？可是防震还是隔音用的吧？可是你如果防震隔音用，它应该也是要把塑胶袋拿走开啊。好像是哦。要拆开啊。这样。我侧边为什么有这个东西？塞在这里面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这个应该是就是防止异音啊，防止异音啊！看我现在一堆异音，好不好？那是里面啊。对啊。这个应该会是塞在这一块。对啊，啊，那塞那个是要干嘛？就